哎，才能破百万了啦！哎，可惜哦哦哦！喂喂，破百万我是料愈多呢。你们当初怎么讲的？你什么都没有讲，投资有赚有赔。我你给他讲破百万，真的真的有。你给他讲做这个东西哦，这个还可以赚钱，没有真的啦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掐指一算就知道最后会这样。没有让你做。募到十万的时候我聊一万，募到二十万的时候我聊两万，募到三十万，募越多聊越多，真的全世界都有这种事情。87万，你卖给他光赞赞赞被。回想一年多以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杨森跟我讲说，这两个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他们两个那为什么他们处理别的案子的时候就可以800万啊、600万？为什么处理我这个？我们是十个案子，我现在音乐圈的目前也是800万的，我现在八十几万，我还要贴27万，有吗？有吗？有赢别人吗？再计算一下，那个什么拍？拍不行吗？不行吗 ？Sorry, teenager， 苏老师，可不可以？博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啊，怎么不行？可以吗？杨森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。为什么处理博爷的就可以600多万？我的博爷哪有六百？我哪里六百多万？博爷只有金叉，有2亿。那个有对不对？林，把那个万华林家，你来评评理。啊，我觉得很公道啊。哇！林家现在卖饮料，这小五在江湖上的名声，经过这一次会有点受到影响。不会，现在走路都有风。就现在经过这个案子之后，以后你们去大鱼大肉，哎呀，讲出来，都不知道，经过这个案子之后，以后要揭幕之战，人家就把这个案子当成成功或失败的标准。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哎，但是我变得贵，我要个套钱呢，这是会差的。哦，你是被那个完成太多了啦。希望万恶的根源是滚叉叉。滚叉叉，那个抽太多了。你说，不然那个抄那个 Rolling Stone 的那个。对对对。如果那个钱少一点，我们就赚了嘛。黄色的 Rolling， 唱一下 Rolling 啊。Rolling into the deep。